各位现场的媒体朋友，大家午安！谢谢各位今天来支持小虎姐。小虎姐是我们歌坛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巨星实力派。过去大家会说她是灭绝师太啊，或者说也有人觉得她是疗愈天后。当然，她还有一段时间在这个 pop 里面成为 queen of pop， 那么 live 的演出功力十足。但是掐指一算，没想到各位真的是有疏漏哎！小虎姐竟然没有上过小巨蛋办售票演唱会。在此刻，宽宏艺术要正式宣布演唱会的到来，稍后我们让小虎姐亲自跟大家宣告。那么在一开始，我们的 live band 的老师都准备好了，既然是 queen of pop， queen of life， 当然要用 live 演唱的方式来为大家聊聊，到底在八年的期间没有办演唱会，然后第一次上小巨蛋，而这八年他所交出的成绩单也不少。我们用倒叙的手法，我们要时间呢就从2015年一直唱到2008年，这个消失了八年没有办演唱会的小虎姐其实都在努力做唱片。让我们现在就来掌声欢迎大家心目中的灭绝师太小虎姐，有请。